你们等到了。这一回的尾牙不用线上 WiFi， 可以面对面 Give me five。技嘉科技就在晚上，员工跟实体尾牙再会了。许多科技业紧跟在后，明年1月10号，广达接着人保电脑、新金宝、和硕、伟创陆续恢复实体尾牙。由于2022年是科技业大丰收，员工尾牙扛回家的奖金啊，很有可能超越去年。人保的老板够大气，尾牙这一天请出5月天，这也是5月天第一次出席代工厂的尾牙。人保呢还特地打造了专属舞台。完善红海红赛雷，红海完善的第一。不过啊，红海员工的欢呼只能隔着电脑萤幕，因为今年1月15号举办的还是线上尾牙。请出原子少年天王星热力开唱，预计抽奖电动车和百万现金奖项。那当然很兴奋了，快过年了，很兴奋。奖金的总额的部分，绝对会比这个过去来的更好。里面有一位这个表演者呢，刚好是我们公司员工的一个小孩，所以我们今年的嘉年华也特别邀请到这个天王星。歌照唱，舞照跳，富邦金1月14号实体尾牙，欣赏嘉宾表演和摸彩抽奖，就是不会用餐。可能是今年防疫险理赔太惨痛了，为了防疫第一，财到福到。公司要发财喽！发财了！发财喽！公司就算赚了金元宝，也不方便大家吃到饱。华视新闻黄敏慧、方启年台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